哭了。他没闻到味道啊？你以为他真的闻到味道、哦？说我不洗澡、啊、之后有谁说他说他不洗澡的人就是跟我为敌，他有洗澡，他很干净哦，他只是用比较天然的方式。你今天是要来体验他一天的生活？对，因为我是极简主义者，他的东西就是极繁主义者。那你今天可以好好念他一下哦。这边吗？戴戴，你先直接进去。Oh my 天哪、啊，是可以踩的吗？不然呢？蹦跳的吗？我找不到我的 Gucci 的粉饼，你要帮我找。这怎么找啊？啊，就在这里面。这个吗？找到了，这个、找到了，找到了，这个吗？是这个啦。你有这个见识过吗？没有，我衣服只有25件而已。我有选择性障碍。好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个会帮你做个全身的改造造型，这个你把它挂在这。我刚刚是嘴巴咬。这是嘴巴，嘴巴啊，不要动。塞进去，你不矫正牙齿，不是很懂这种东西吗？还有帮你塞，好了，可以了。很 sexy 耶，这是我们去德国就这样玩的。好想我明天才要打骨钉，很好看啊，快啊！哎、欸，我爸爸回来了。先生啊，先生来这里。你好，你好，欢迎你来。在这边都会升官发财，都会很顺利。真的、啊？对，谢谢先生。不是忘了嘴上有东西？你们冷气可以开强？不要闭嘴，吵什么吵？开了啦！哎、欸，你不是不开冷气的？不开冷气是网友乱讲的。不洗澡吗？用清水洗澡。哎、也有臭，不会啊，也臭吧？头发根本没洗过澡，就只有用手工皂而已。那你保养用什么保养？我没有在保养。你平常走极简，我就陪你走夸张的哦。可以啊。那就也先拉出来吧。你看看我衣柜，你是喜欢我的衣服？你喜欢哪一件？太难选了吗？选，我会偏好就是合身的吧。我喜欢布料少的，这就是我平常会穿的。再见吧。你穿这件，然后扎哪一家？那里面要穿什么？就是这样直接单穿。不行啦。这样还不错啊，好好好，认真的啊。出来之后再帮你做一些改变。怎么怪怪的啦？让我贴胸贴啊！我就已经用指甲夹起来好了，别动。好，那我夹外面，你要先帮你盖住了，这样子一团黑在这。好，在这件衣服，大家觉得 OK 吗？这不 OK 啊，内裤好丑。所以才做衣服给你，因为我觉得你身上一定有些臭臭的味道。我没有。你没洗澡，有没有得过 PE 菌？有没有得过那个滴虫啊？啊？没有过那种私密处感染的味道。那有没有发臭过？不会臭啊，怎么会臭？没有导演，你都没有过，不可能在骗。那你会不会这样摸一摸，然后现在还闻？不会啊，干嘛啦？你是什么情况下会这样子？因为你觉得自己有问题的，就要闻闻看是有味道，要看医生吗、啊？前提是没有味道。不可能，因为你就是没闻过，搞不好下面超臭的。别闻了，我不要啦！我闻看，不要，不要，我不要。哎、欸，真的有怪味，等一下有怪味，这个是升官生死哦，支气病菌啊，我们去看之后，它发脓化脓啊，不要乱化脓啊！你有没有在做子宫膜片检查？你看你都没做哦，一定都没做，那个容易子宫颈癌哦，一年要做一次哦。哎，你真的哭了？那拉克，你真的哭了吗？他是认真的哭了。哎、欸，你还好吧？是不是我们对你来说负担太大了？还是你最近压力太大，怕酸民乱说，是不是？那麦克你怎么了啦？他没闻到味道啊？你以为他真的闻到味道哦？那你不能一直这样讲，因为网友会一直骂我很脏啊。他都被人家说得更毒哎、欸！我是一个月不洗澡，他们说我更脏哎、欸。可是我没有做错事情。可是网友最近还有骂你吗？他们就觉得我很脏，都说我不洗澡。之后有谁说他说他不洗澡的人就是跟我为敌？他有洗澡，他很干净哦，他只是用比较天然的方式跟大自然接触的洗澡。大家不可以再这样说他，他是有洗澡的人，他一点都不脏也不臭。就用清水洗澡，然后他们就会说我不洗澡。好，那你今天把委屈一次讲出来哈。这也是个宣泄大爆发啦！你知道我 Google 搜寻第一个是强强，然后就直接空格变性哎、欸，我都没有哭。我以前有怀疑过。还有人专门乱传说他跟我同个医院，他跟我睡隔壁床，这种鬼话他也吐了出来。
你看我不是更惨？对啊。我们去录节目的时候，我说是变性人，就上面所有的那些艺人朋友都说，他们都觉得是真的。对啊。那我又没有哭。好啦 Hello 大家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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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黄子佼，我们是动力火车，知你最爱老乡大渊，我是威廉，我是陈世安，我们是机智男孩，家有喜事，我是威廉，我们是 WarFest 五千奇，想知道我的最新消息，只要点开 TVBS 娱乐头条的 LINE 官方账号，别想看穿我，除非你加入 TVBS 娱乐头条官方 LINE 账号，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我，赶快搜寻加入娱乐头条 LINE 官方账号 ，LINE 官方账号就是我们和你的任意门，从此我就要一直 LINE 着你。从此我们就一直把我的一举一动看光光，所有精彩独家的娱乐新闻随时 LINE 给你，加起来怎么弄？